好，来，也请准备拿着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 Sweetie 舒心卫生棉来拍张照喽，一样看一下正前方。好，如同刚刚所说的，我们这个 Sweetie 舒心卫生棉有分成了凉感及无凉感，那也适用在不同的情境模式，让大家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想要使用的卫生棉。好，把视线移到左手边，好，左手边来看一下哦。好，最后我们把视线移到这个右手边，给官方摄影这边看看。好，请问还有画面需求吗？好，中间看一下哦。好，中间来看一下。好，现场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帮我们捕捉精彩的画面。好，左下方看一下哦。好，红色衣服的摄影大哥，我们这边来看看。好，以及最左边我们的品牌方这边，你来给他们看一下，非常的可爱。好，正前方。好，正前方。好，这个音乐非常的动感，感觉要音乐随时 dance 起来了。好，右手边这边看一下哦。好，右手边看完之后，我们看一下中间。好，要不跳一下？好，哪边还有画面需求吗？跳一下，拱你片跳一下，没有。好，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送上麦克风，也帮我们先把这个。不要没事吗？好，真的再讲一次。好，他说就好。今天第一题是我自己自问自答说，啊，我今天气色真的很好哎，因为我今天穿了白色，然后可能有自带反光板吧。对，他有这么多粉丝，心情怎么样？其实有些是他们厂商的朋友啊，有些是我的粉丝啊，有些是你们带来的人这样子。因为其实很久。蛮久没有算是比较公开的活动了，对。然后今天看到一些喜欢我的朋友，还有记者哥哥姐姐们，其实蛮开心的。对，而且应该有熟悉的人这样。今天担任品牌代言人啊，讲到这个话题，对，一直以来都很这么开放吗？还是之前比较害羞啊？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比较开放，我一直都是讲话蛮。蛮就是卫生蛮直话直说的啊，品牌就会比较害羞。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害羞，因为其实大家男生女生就是分男生跟女生嘛，女生有的其实我觉得要更勇敢的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当女生真的很辛苦啦，就是每个月你会流血可能4到7天，所以我才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太害羞的去说，要大方一点这样。那曾经有没有什么样因为工作然后刚好生理期又来然后遇到什么困扰啊？我这方面好像还好，对，我是觉得要吃止痛药这件事情会比较困扰，就是因为如果我来的话第一天第二天我会要工作就要吃止痛药，但如果在家我就不用。对，那饮食上会做什么样的调整？我觉得月经来就是很好犒赏自己的时候，我就是会大吃乱吃，然后吃各种甜的这样。你会怕胖吗？我觉得那一个礼拜7天还好吧。医生不会骂你吗？对啊，我因为我平常很少喝冰的，对，就是平常从平常做起这样，就是再热的天其实我都会喝温的。对对对，除非已经在泰国那种可能才会喝冰的。那几天来如果遇到闷热的话你都大概怎么样？就是要用他们这个凉感的那个抑菌棉，然后因为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习惯下面凉凉的，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下面凉凉的。怎么讲这话怪怪的，会害羞。没有，我是觉得凉凉的很舒服啊，你们不觉得吗？但有些人不喜欢，但他有别的选择，他可以选那个轻薄型的。对，所以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夏天你外面身体已经很热，如果下面可以凉凉的好像蛮不错的这样。对，那如果刚好那天工作遇到第一天第二天量比较大怎么办？就是用大片一点，就是用夜用的，就是真的因为你不想要露出来嘛。对，所以我觉得我就会选择稍微大片一点的，但因为好像长大之后血比较没有像小时候这么多。对，我记得现在差不多4-5天，小时候差不多1周。是会太细？会，你是不懂我在说什么。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体谅一下女生，真的蛮辛苦的，因为我知道有些女生是月经来会痛到不能走路的，所以我觉得男生真的要多爱女生，多体谅女生这样子。你自己有痛到这样吗？我还好，我算很幸运的这样。对，要不要再透露一下8月到底？不行啊。其实没有，其实我跟你说一句话，其实蛮好猜的，但是你们就知道就好，那不能从我嘴巴说出来啊。什么？8月？八月就会有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没有啦，八月就是会有公开的工作，就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哦我在干嘛，不然大家好像都想说，哎、欸、我怎么好像就是好像都不知道在干嘛。有啦有啦，我现在其实有在做事啦，但就是那个事情我现在可以讲吗？不行，等可以讲的时候我就可以讲。啊，为什么不能讲？因为他合约有签啊，保密条款啊，经纪人你看他在这边看着我哎、欸。但我觉得今天就是代言这个舒心卫生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开心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就是男朋友可以买给女朋友，然后老公可以买给老婆，然后自己也可以买给自己这样。所以将来你也希望对方买给你？当然啊，多贴心的一个举动啊，就希望我以后的另外一半会帮我买那个卫生棉这样。你最近有发表到圈圈就是在节目上去拜月老的事情吗？有有有。他有跟你聊到这件事吗？他没有跟我聊到，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我觉得他的路还很长啊，但我知道他会知道他自己该怎么做。对，因为他算是一个其实蛮成熟的女生。对啊，因为我们之前有一起出国去玩，但我们不会特别提起这个事，但是心里就是有一个底，知道说我们会想念，然后我们不会忘记这样。然后我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个，他跟我都可以找到一个爱我们的人。对。所以身边有一些对象可以介绍给他吗？哎、欸，我自己都没有，怎么介绍给他？我自己都还在找了。对啊。因为有说他很像一个就是城堡里面的公主，有点把自己关起来。那你自己有这样觉得吗？我觉得他是心理层面吧，但他其实还是会，比如说去球场啊、工作啊，然后出国去玩，他也是。没有善待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好的。有善待，有善待自己，对，那你也会想要去拜月老吗？哎，我之前去拜过，但是都好像没有拜出个什么东东来，没有，我就觉得顺其自然这样，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像也不太能急，因为急好像也不一定是好事，对，就是一个老话，什么以工作为重，我是没有一定要以工作为重啦，就是。好好生活比较重要，但是八月有工作要有啊，因为其实我现在一直在忙，就是只是八月才能跟大家分享这样。对，那你有看到郭哥跟 Kid 他们去划船到那个石原岛的那个石原岛？哦，有看他们一些片段，很辛苦，想挑战看看吗？还好，为什么怕晒黑还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适合的节目性质不一样。对，因为其实体力活我是不怕，但是因为我觉得更有，我觉得像比如说像里面的女生，她们一定不会找我这种，她们会觉得我很娇弱，但其实我一点都不娇弱，但是因为我觉得她们比较不会想到我要去参加那个节目，所以我就想说我也不要刻意勉强自己去参加这样子。那你有做过什么极限比较这种热血极限的运动？爬山或者是高空弹跳啊？我们去高空弹跳。还有什么？所以不怕高？我不太怕高。对，你也不怕？我怕黑跟蟑螂，所以鬼屋不行。鬼屋不行，对，叫鬼鬼还怕鬼屋。可是没有知道鬼到底长什么，如果我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的话，我可能不那么怕。但我就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就会觉得很可怕、啊。对，是的。还有什么别的节目要问我吗？我是什么节目分析家吗？那营业中是不是也要八月要开播？这个就可以分享了吧？我不知道哎、欸。这不用问我哎、欸，还没开始，好像还没开始吧，我不知道哎、欸，好奇怪哦，这个事我都没听说。好了，不要再问我了。好啦好啦，就这样，爱自己啦，你才爱自己。对，我看我的汗。好好好，谢谢乖乖，好，谢谢。没事，我在等你。哎，近期来会有什么样的肌肤问题？哎，直接开始吗？还是要等他们一下？要等他们来，直接来。好。你说什么？经期来会有什么样的肌肤问题？那你会怎么样？好像会长痘痘，下巴这里，所以擦会贴那个痘痘贴，然后不太喝冰的，平常啦，对，然后心情会不佳，不美丽，然后躁郁、暴躁，没有耐性。他会不会只剪这一段啊？你不是跟平常的你差不多？我平常没有这样，我平常哪有这样？哎、欸，为什么笑？我平常有这样吗？还好吧。就是心情这个，比如说可能平常是这样，但可能月经来会稍微有点这样子。对对。
了解。那你自己会有什么保养的方式吗？就是少喝冰的啊，然后痘痘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就是想来就来，所以我会让他长，会让他长。对，那你后续会怎么样处理？就是还是要擦痘痘药啊，才不会有疤。对。你的妇科算是 OK 的吗？就是有没有检查过？比如说有些人会讲哦，我之前去动完的时候，我的那个妇科指数算蛮高的。高是好。就是你知道女生其实一生的卵是固定的嘛？对对对。对，所以我的卵算是正常。对，因为那时候我去取卵的时候，就是有去检查那个什么 H 什么值的。然后我就是比一般人多一点，但就是好的，对，也是非常健康的一种，是非常健康。你没有长什么肌瘤？没有，因为我经痛就是微痛，就是其实只有第一天血量出来会痛，然后后面就没事，后面就很像正常人行走这样。所以说你心情不加暴躁的时候，你会对身边的人发泄。如果那时候有男友，就会稍微对男友不耐烦。但因为现在没有男友，我就只能跟我家的猫就说：“哦，干嘛烦呢？”这样子。确定没有男友吗？对啊。啊真的啦。发誓没有男友。真的假的？真的啊。单身多久了？不是问题，我不想回答，因为这样你会算呢、啊。不行不行，就是单身一阵子了啦。一年，那也都没有，可以吧？一年以上，好，不行啊！你们会去推算那时间，不行！你们是很聪明，你们会拿出你们那个记录表，然后在那边写，然后推算的。忘记上一任，不可能！你们会去查你们别家朋友写的，然后再来对证。对。那很多人认为经期结束之后七天是一个黄金减肥期。哎、欸，对对对。那你自己会做什么样的运动？我会少吃，然后那一个礼拜我会很积极的运动，对，这个是我真的有，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用，然后好像没有那么有用。那你运动你会做哪些？我就是但我最近喜欢跳那个尊巴在家，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流汗的感觉。对，因为好像不太喜欢在外面流汗，因为外面流汗是黏黏的汗，然后在家就是运动的汗，就是把水分逼出来一点这样。大概周期会是多长？比如说一次30分钟或一个小时？15到20分钟就会爆汗了。对，我现在又在流汗。那近期来有说特别喜欢吃甜的，对，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会担心体重的事情？或者是体脂肪会上升，我就会趁月经走那个礼拜再运动回来，加强。对，经期那个礼拜我比较不管这样。真的、啊？对。那有没有大吃过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蛋糕啊，蛋挞、啊、这种。等一下，我擦个汗。你没想说我是在室外，是不是很热啊？汗流都是有一点多，你是本来就很会流汗。不是，因为这里面没有风哎、欸。对啊，有点闷。好，标题就是回归。A13 没有，什么？是吗？这什么奇怪的标题 ？A13，哎，你们也很热，你们你觉得你在访问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子删吗？你在擦汗，能关我？不是，我在镜头里不能这样删吧？你还说哇，奇怪，你怎么这么热？然后自己手在那边删。对面有人对呀，哇，你真的很会流汗呢。湿了。OK， 没男友，鬼鬼湿了，然后要用卫生棉，然后要抑菌，不然会过会发炎。湿了用卫生棉听起来对啊，湿了就是用卫生棉呢，你怀疑吗？对啊，吸水啊，吸水力满分呢、欸。然后那还会凉凉的，下面会凉凉的。你是喜欢用这个下面有凉感的卫生棉？哎，我以前不习惯、欸，但我觉得下面凉凉的很舒服哎、欸。哪种舒服？就是那种身体的。凉快啊，没有，就是因为夏天你很热，你看我现在头很像有冒烟的，然后我下面如果凉凉的，你不觉得很舒服吗？你们有这种感觉吧？有吧？我也喜欢用，但有些人不喜欢，但有些人喜欢，但我就是属于喜欢那个类型。那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接触到凉感，然后突然就爱上？因为其实蛮多品牌都有做嘛，但因为以前都会多少会尝试不同的品牌，然后这次是因为代言了这个舒心卫生棉，才知道说这个凉就是让我觉得更舒服这样。
对，怎么觉得好像怪怪的？就是凉凉的，就是不会有那种，对，因为有些没有凉感就会很闷热，啊，闷热就会发炎嘛。那发炎就要看医生，那看医生就要两腿开开给医生。我就觉得我不想，所以我就尽量就让自己下面是不会发炎的状态去使用产品这样子。你有那个妇科就诊？我身边有很多人什么尿道炎啊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爱尿尿，然后可能有些人天气热，因为月经闷在那边，他就会去看医生。所以我就是以此警戒自己说，要保持好的状态。自己没有尿？我没有，因为我很爱喝水。哦，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太闷的感觉。嗯，对。那喝水的话，你每天都要喝到2000？2000哦。因为女生月经来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比较出糗的经验，你自己有？我还好哎、欸，从来没有。我还好，有自己沾到自己的床单呐、啊，其他就是在外，你说什么屁股留一块比较少。嗯，那你自己有什么小撇步？什么样的小撇步？就是有时候你就很难 control 他啊，就是他也不受。没有，我刚才因为我长大跟他越来越有就是了解了，就是他现在没有像小时候的鞋量这么多，所以我知道我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大小。哦，对，大小，对对对对，我会挑选，比如说前面如果第一天、第二天量很多，我就会选夜用的当日用。嗯，然后后面开始量少，我就会用短的、小的这样子。我觉得24公分的最好用。太细了。真的24公分，真的24公分最好用，然后再来再大有大一点的28公分夜用嘛，还有32公分。对，但我喜欢用24公分的。24公分。对。你自己会注意换位的时间？有差不多2个小时哦，2-3个小时，看量。如果量很多，我就是反正我找到厕所我就换，因为通常我只要上一次厕所，我就会换一次卫生棉。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人说什么，一旦你脱掉裤子，卫生棉接触到空气就会有细菌，所以基本上我只要尿尿一次，我就会换一次卫生棉。像你有没有遇过生理期有时候必须要下水工作的？那个产品我现在不能讲哦，但是。也是有啦。我说那、那个、你说把那卫生棉泡到像水，不可能。不是，我说肚子会不会痛啊？身体不舒服？我就第一天而已，还好。但如果真的痛，我就吃止痛药。就是工作的当下是这么解决，但在家里就是休息这样。嗯。那除了吃甜食，有一些其他舒缓的方式？哦，我还喜欢喝那个红豆水，就是那种就一般药妆店有卖那种粉末式的，有没有？对。我觉得那个粉末式的红豆水很棒。然后我也会喝黑豆水，但我比较喜欢红豆水。然后我红豆水平常如果我觉得我那个月月经比较痛的话，我都会平常红豆水就当养生喝这样。我是大概喝到要2000这样子，一半就是一半红豆水，然后一半那个正常的水。对，就是有点当就是养生，然后先让下个月不会痛这样。有啊，你是要问是谁吗？你觉得我会跟你讲吗？当然，干嘛？干嘛？访问心那么重，聊天不行吗？问别的。好，你问看，我听。都是你主动要求，还是他自己主动的？很安全吗？你再问一次。我说他帮你买卫生棉，是你主动要求，还是他自动去？正常是会是我主动要求吧？他怎么会知道我月经有没有来？不一定啊，你是脾气就会变差、啊。哎、欸，你这个反将我一军。通常我都会说，哎、欸，我不带的不够。那如果我可能临时，比如说突然来了来不及，就可能请他去买。有一种情况是我突然在上厕所，我突然发现我来，他在外面，他就逼不得已得帮我买。然后有一种是正常是在家里可能用完了，然后请他去买，最后可能最后一片了。然后请他先买的 UB 这样。哦，那时候是同居状态。哇，你真的是哇老奸巨猾记者。老奸巨猾。哎，我跟你讲，其实跟你们讲话都很小心，很会见一句话然后转。啊，上一任同居的。哦。我没有讲这个啊。迪丽。对呀，因为上次。你见面的时候，你是聊到说买了第3栋房子，第4了，第4栋啊，最近有第5栋吗？你在看吗？
没有，上次是第五栋是林成伟说，哎、欸，你干嘛一直比这样啊？你现在是不是买了第五栋房子？然后我就这样翻了他一个白眼。没有，没有，我现在我跟你讲，现在房子真的太贵，现在要存到房子的头期款，我觉得可能还要隔一两年的时间，所以没有办法那么快。但是我的确是很想买第五栋房子，就是我想要，因为我通常都是从小的买到大的嘛，然后现在就想要再买一个再大一点的这样。但也有可能不买了啦，不知道。对。上次访问的时候，就说你四月都在生病，那、啊、你后来在？哎、欸，我四月份又肠胃炎，然后又 A 流，我整个五月在躺了，应该有半个月。有五月、啊？就是基本上五月就是一直在养身体，然后六月开始工作。哎、欸，没有，五月一边工作一边养身体。对。最近不是感冒了？哎、欸，最近算是一条活龙。你说现在开始流行啊？你有没有？你现在是在诅咒我？没有关系。你最近在搞什没有啦，像因为现在是听说就是疫情又开始严重，对，就大家出门真的要小心，口罩要戴好。但如果确诊也不要害怕，就是去看医生，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基本上现场人都确诊过了嘛，所以就是看医生，好好休息，然后当作给自己一个休假，请个病假这样子，是很乐观的。对，反正公司有年假嘛。啊、公司年假多几天？你怎么傻起来？那你在挑卫生棉上面，你自己最在意的是哪些？我觉得其实我很在意卫生棉的薄跟厚这样，因为太厚的卫生棉会很像穿尿布，所以我觉得薄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因为夏天我就喜欢凉凉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两款都算是我可以分配。夏天使用跟冬天使用，然后我也觉得，我觉得抑菌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女生，我就说了，女生真的超级超级辛苦，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妹妹什么时候会感染，什么时候会发炎，所以我觉得日常的保养很重要，跟你使用的产品也很重要。所以你们妹妹都发过炎吧？啊，没有，没有，这不很基本的吗？没有，就是身边可能五个里面会有一个会突然跟你说他很闷热，然后他可能很痒，对，然后他就会去看医生。所以我觉得产品的选择真的蛮重要。就是你们今天，因为你们今天有来嘛，所以你们可以去试用看看。因为这个话，我的妹妹是适合的，可能你们的妹妹不知道适不适合。我不知道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话，就是你可能喜欢，那你可能不喜欢，但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也使用过它，我自己会觉得选好的产品这件事情很重要。嗯，那你会有对自己做一些什么特殊？有啊，我的妹妹每天都会用洗妹妹的洗妹妹啊，真的，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啦，你 是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私密处专用的，我是不是应该用一种很严肃？我是不是应该用很严肃的方式讲？是吗？我刚不应该这样诙谐的说，是不是？不会啦，还好啦。我的错。好，我再讲一次，我都会用那个洗妹妹的洗妹妹，然后会擦妹妹的乳液。嗯，然后剃妹妹的毛吗？哦，也会。转。嗯，对，我的毛，我怕闷热。哦。这个会不会太私密？还好。这个等我代言那个舒适刀的时候再来讲。可以讲更深入，就是我会，因为我知道，好，这是不太，你们这个真的能剪吗？你想讲就讲。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很健康，就是有些人毛太多，真的要修，因为修了也会减少发炎跟闷热的产生。这是我觉得，因为你如果毛太多，像树，你卫生棉垫的再薄再凉，我觉得都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要试。就是要很正视的自己的妹妹是什么样子，然后认识她，了解她，选择适合的产品。对，她近期来不舒服，你会有搭配一些按摩吗？哦，我会如果要工作是冬天的话，我会买热热包。哦。但是夏天的话就先算了，因为没办法买热热包。嗯嗯嗯。对。这就是尽量躺平这样子。就肚子热热就比较血可以流得比较干净这样。你们时间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们说，他们已经一起了，而且他们自己会分配时间。有啦有，他们有问到他们想问的了。我没有问到，差不多了。有，没有问到想问。你刚刚也说，就是你那个现在就是单身一段时间，那你现在有没有对另一半有什么新的条件？有没有？嗯。
我想想哦，我觉得要可以聊天，就是要可以无话不谈，因为我没有碰过这样子的人，很少。你没有碰过？我觉得那无话不谈不是说随时哦，我的说那无话不谈是很自然而然的那种。我比较少，我以前没有，我以前碰到的是你要经过认识才能无话不谈，但有一种无话不谈是不需要契机跟。就很自然发生的，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可以，你再回想你跟你男友吗？没，哎，干嘛？别乱讲，好悬哦。没有，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无话不谈，就是要认识，可能一个月、半年，或是一年，你会刚开始跟他有找到共通的话题。但我觉得要找到一个，你从开始认识他之后，之前你跟他交往之前，就可以跟他好好说话的，我觉得蛮少的。现在有观察对象吗？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自己有反省啦，然后你就问说什么时候反省，对不对？我没有问，是不是分手的时候反省的？好，我们现在跟美妆先聊。自己问自答哎，都还没有问。没事，我们再想一下，但我们同步先。叫你再想一下啦。还有什么要问的？那我们先进行美妆线的专访。哦哦，你们不是美妆线啊？对对对，对啊是啊，我们要开团。哦，你们这是你吗？已经结束了，谢谢。多谢谢他，谢谢。好，谢谢你们，又回到了灵魂。对，怎么样？好开心。问一个社会线，你有经社会线？社会线是经痛吗？什么意思？你有经痛很痛过吗？社会线是问经痛哦。你先就回答。先回答。有。那你很过很痛的时候，结语你会去做博爱做吗？不会，因为我很痛就不会出去啦。我很少做节育，对，我而且我很少会做不爱做。我都会，我通常上节育，我都会去找没有不爱做的蓝色椅子坐。那如果公车呢？那你很痛很痛？不会，我会站着。我一定是，我出国也是这样，去日本啊、韩国，基本上不到真的不行，我是不太会去做不爱做。这是十四题哦，是啊，这个是社会。我刚才说社会关心我经痛，谢谢，谢谢。